我们的师傅已经歇下了，估计是刚刚恢复，还有一些虚弱。不过赵夫子说，好好调养便可。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坦白，相信你们也已经猜到了，我不是凤舞。小姐，那你还记得什么别的吗？ 对不起，其实我并不是凤舞，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跟我说，我并不属于这里，最终还是有可能要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。我知道这一切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就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在这里。 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了，所以其实你一直在骗我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赵哥，我也想过要和你们坦白，但是却依然选择像骗傻子一样把我们骗得团团转，是不是？ 小姐，秋玲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你的小姐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你、我、夫人这几年相依为命，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也不管你怎么觉得，我只认定你就是我的小姐。